主席，各位先进，本委员那是跑不用太等了。二审的临时定案，最近因为接获民众陈情，部分的补教业为强化学生管理，提升读书风气，而同时家长签立学生生活公约，拒绝书与广告宣传同意书，借以作为管教学生与宣导绩效的绩效，而导致民众的普遍感受不佳，并认为有侵犯人民隐私权之余，因此建请教育部、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等相关单位对补教业者所凝聚与补教有关的契约，应该统一规范其契约内容及规范的项目，以保障受教学生与家长权益，并减少民怨，提升补教业的学生管理品质，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本委员赖世宝等23人提案，本案作。